小胡子，小胡子，我想玩小胡子，小胡子就不要给我进了，没进。他肯定是无言的结局。来，往上走。来，没事，等他过来。没事，空了。来，走。很疼，很疼，很疼！你不替身就疼。没事，下面，在下面。他刚才那鸟飞在上面，哎，那肯定是，你看见没有？弹，带走。一般人会习惯的打左上角。来，我们往左上角，再往下走，直接吐烟，吐烟，吐烟，不替身，不替身。我去，疼疼疼，大哥。然后替身给枪掉，赶紧，有多快就给多快。没事，走了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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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这里。突然，哎呀，突然个屁！这一切都太突然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替身直接一脚往回走。我能往回踢吗？可以。我通灵给他，这不就宣布游戏结束了吗？稳定好，普攻二技能接上，来一段、两段、三段。稳定好，稳定好，稳定好。给钱叉，然后吐烟，尽量留着我们的豆，我们四颗豆打后面。开局千万不要跟他站在一条线，走。我的妈！然后呢？通灵给上，反正是吸到了，我感觉是吸到了。没事，往走走走走走，他肯定会弹，我们先他一步。香个屁！他长手是真的，很少有忍者能拼过小胡子啊。我们往上走，直接追他，他炸我一下，没事，来捞一下，霸体开，想走，想走，想走，我还追不上，哦，哦，空了，空了，等技能，等技能，先不慌，先不慌，他比我们急，走，我哪只眼睛看见他比我们急的，捞一下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接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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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。来，吹回去，吹古拉朽，往下走。你想干啥？来，稳定好普攻，接上，赶紧摔一下，一二，按在地上摩擦。这个时候不怕了，这个时候圣卷已经在我们这儿了。让你看一下木叶村最帅的少年，让你打。我都不动了，让你打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再见。